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回到德道大学2019春季开学典礼的活动现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午的第一位嘉宾，通用电气可再生能源集团电网业务销售总监，德道大学第07深圳班耿一鸣同学，有请。谢谢第07同学的欢呼声。大家好，我是耿一鸣，很荣幸是第一个上台演讲的。那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呢？因为啊，作为德道大学第07最年轻的学员，由我来抛砖引玉啊，再合适不过了。那既然今天是开学典礼，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对了，当然是德道大学使用说明书。我来自127年前由爱迪生创立的美国公司通用电气。23岁的时候，我作为一名管培生被通用电气录取。25岁的时候，成为中国区电网业务最年轻的销售总监。今年我26岁。
但是在过去的半年里啊，我最重视的身份当然是得到大学第零期最年轻的学员之一。作为一个运气一直很好的人，一个别人眼中的学霸，在得到大学第零期的这三个月啊，我却遭受了很多的冲击。所以今天我必须负责任地跟大家说说我是怎么过来的。同时啊，我也要用得到系学习者的知识服务精神，郑重地向你们交付这份得到大学使用说明书。那无论你是否已经开学，在这个春天啊，你都至少有48次机会听到以下这句话。首先，让我们来一起定义一下这类问题的边界。那现在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定义一下这份得到大学使用说明书的边界。第一，你被得到大学录取了，你有问题想要来这里解决，比如如何在职场晋升，如何跟甲方谈判，如何拿到投资人的钱，甚至啊，要不要转行，要不要结婚等等。也就是说，你有一个或者一些真问题。那第二呢，你是你所在行业或者所在领域的高手，愿意用几句话把自己行业里的那些不传之秘对我们同学们说清楚，也愿意为得到大学的同学们做贡献。也就是说，你有表达的热情，你有交付意识。那第三，你不是来找万能钥匙或者买大力丸的，也绝对不会啊对我们同学进行洗脑。也就是说，你能独立思考，你有边界意识。那如果啊我们把问题框定在这样一个范围内部的话，在得到大学第零期的这三个月，你该如何使用呢？那接下来啊，我就想带你一起思考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你要知道你来得到大学你需要的到底是什么。相信无论你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都想做成很多的事情。那做成一件事儿，我们眼前能看到的一般就是两样东西，一样是创造性思维，一样是不懈的努力。那不懈的努力啊，谁都明白，因为人性里本来就是有进取心的。可是那创造性思维从哪儿来呢？在得到大学的线上课程里啊，你可以看到教务团队精心为我们准备的48种思维模型。而在线下课程中，教务团队拼命在做的事儿，就是把每个人个人经验中的思维模型给逼问出来。可以说，你身边的每一个小伙伴就是一个行走的思维模型。你可以在线下的分享日、案例日和思董日中听到他们的分享，也可以啊，像今天一样，在私下里和他们进行深度的连接。但是在第零期刚开学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个行业跟我没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我好像也不会遇到啊，我为啥要学这个？后来啊，我才意识到，其实在我们得到大学的课程设计之中，它有一个底层认知。那这个底层认知就是，任何一个行业之所以存在，其实都是为这个社会解决了某个问题的结果。每一个行业都在为社会提供解决方案，而每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就可以把它抽象成一种思维模型，为你啊开天眼。比如我们第零期来自海军研究院的孔维维同学，他就告诉我们，在军舰设计中有一个原则，叫做暴露内部弱点，就是把军舰上的各类管线呢都给暴露出来。正如大家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样，它看起来啊就像没有完工的毛坯房。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啊，军舰上的各类管线太多太复杂，那一旦出现内部的泄漏，或者说外部遭受撞击需要堵漏，那就必须要快速地找到这个问题点。而如果你把这些管线都包裹起来的话，那找到问题点就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而这种对内完全暴露弱点的办法呢，也被我们的海豹突击队所使用。海豹突击队在执行任务之后啊，他们会用行动后评估的方法来进行复盘。那其中的要点啊，就是必须指出每一个成员在刚刚执行的任务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和问题。而且啊，心理学家通过实验也发现，两个陌生人在彼此沟通的过程中，如果能主动地暴露自己的弱点，那就更容易拉近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在军舰设计中，对外需要遮遮掩掩的弱点，那对内呢，则需要的是尽可能的开放。那开放带来的是快速找准问题，以及啊，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身边团队的帮助和支持。那军舰设计中的暴露内部弱点，对我们其他各行各业也非常有借鉴意义。那这个呀，就是创造性思维的源泉所在。只要你内心有一个真问题，一定可以在各行各业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这里啊，我特别想带你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创造性思维加上不懈的努力，就是做成一件事情的全部了吗？那其实啊，远远不是。就像 Ray Dalio 在他的畅销书《原则》里面说的，他在书中写到的那些原则，是他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所提炼出来的，在桥水公司行之有效的原则。这些原则啊，它并不一定会适合你，而是希望读者能够看到他提炼这些原则的过程和思考方法，从而呢找到自己的原则。那除了创造性思维和不懈努力之外，还差什么呢？还差的呀，就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那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呢，是运气，是资源，是你真正在那个环境下所受到的全方位的刺激。我呀，想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叫做实践。这个呀，就是我在德道大学毕业以后所提炼出来的我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把事情做成的能力，将创造性思维应用在我自己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打磨，加上不懈的努力。那接下来我想邀请你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的生态位是什么？德道大学的招生简章里说，德道大学要打造的是人才的热带雨林。张轩凌在第07开学典礼上说，德道大学啊，就是把人群中的低密度人口给聚集起来，进行相互连接。那罗胖说，德道大学啊，就是要开创一个我们需要很多个故事才能过好这一生的传统。那面对这么多大佬坐在我面前，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我，那我的价值在哪里呢？说实话，在以往这样的场景下，我是不怵的，因为呢，我一直有一个万能杀手锏，它一定可以让我以最快的速度和一个群体熟络起来。那这个万能杀手锏啊，它就是摄影。不管是多么大佬的帅哥美女，只要啊你能把它拍得美美的，记录下他那些精彩瞬间，我不敢保证他会喜欢你，但是啊他一定对你讨厌不起来。可是第07刚开学的时候，我们班的有一位同学叫海哥，他呀就掏出了相机，从第一次线下课到最后一次线下课，每次都跑前跑后给我们班每一位同学进行了认真的记录。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掏出一部相机，如果设备没有他专业，技术再没他高级，那我就尴尬了。于是呢，我就不得不放弃了我的这个万能杀手锏。后来我发现我们班同学还有一个找生态位的好方法，那就是参观。我们班的伟伟同学说，我可以带你参观腾讯。我们班的黄奕同学说，我可以带你参观华为。我们班的少良和干才同学说，我可以带你参观核电站。那其实啊，这个时候我也想说，我可以带你参观通用电器。
我们4000人的大园区，有你平时很难见到的飞机发动机的真机，那还有发动机里边灼烧的叶片，那可是李克强总理来我们公司参观的时候摸过的。只可惜呢，我们的这个大园区在上海，所以对于深圳班的同学们来说啊，很难成型。那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有一件事情呢给了我启发，那就是今年罗胖的跨年演讲之前有一个我的跨年演讲视频征集活动。说一说在过去的2018年，你觉得自己啊做的了不起的事情，或者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在录制的大房间里，我们班的大律师何衍峰同学跟我说，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他读了400多本书，那其中大部分啊都是在得到 APP 的每天听本书上完成的。这么一想呢，我其实也有一个习惯了，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啊，我坚持每天写3000字。谢谢。只不过呢，这3000字啊是记录自己平时的思考，写给自己的，它不是一个公开发表的。那当我激动地把这个想法跟视频导演说的时候，视频导演说啊，你太厉害了，只不过呢，你前面有一位同学他刚刚说他每天写500字，你还是换一个问题吧。就这样，我的每天3000字就败给了前面那位每天500字的同学。于是呢，在2019年，我啊就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我每周都要在我的公众号里更新一篇文章，所践行罗胖所提倡的长期主义。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那今年的1月12号呢，是我们第07深圳班的毕业晚宴。那晚宴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昏暗的灯光下给彼此一个拥抱。那在拥抱的过程中啊，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鸣，你的公众号我会持续监督你的，加油。我们组的蓉蓉同学更是自告奋勇地当起了我的经纪人，每周只要我更新一篇文章，他就会立即转到我们得到大学的群里，并且说一鸣的周更来了。也许是我这位经纪人特别给力的原因，在1月的第3个星期，我的一篇推文叫得到大学第07毕业我收获了什么，被我们托布花花总看到了，转到了朋友圈。从此啊，我的公众号后台里就迅速地涌进来了一大批第07北京、上海、深圳3个校区的同学，那粉丝质量啊堪称业界最高。也可能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被我们得到大学的校友会所看中，让我今天得以有机会站在大家面前做今天这个分享。这个呀，就是我找生态位的方法。如果你能够从一开学就精准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而不像我的生态位方法这么曲折的话，相信啊，你可以收获更多。那最后我想带你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你要表达什么？那说到表达，不得不说我很幸运，在第07面试的过程中，我很荣幸地被面试官推荐成为了得到大学深圳校区第一次分享日的分享者。那校方啊，怕我们第一次打样就给演砸了，于是在开学典礼的第二天呢，就邀请我和几位同学啊一起坐到了得到的办公室，跟罗胖还有托布花一起打磨我们的选题。那当时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当时是想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去讲一讲我所在的这家公司是怎样打造管理培训生培养体系的。那当我战战兢兢地把我的选题结构说完之后，罗胖就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于是我当时就懵了。那为了出色地完成这次分享呢，我就回到了我们上海的通用电器中国总部，和我们管理培训体系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聊，那改稿5次才有了终稿。那在分享的当天，我在台上讲，托布花就坐在台下听。那听完之后有一个总结，把我讲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都一一给指了出来。当时啊，令我特别震撼的是，
我觉得我讲出了100%，但是托布花他听出了300%，把我想讲但是没有讲得特别透彻的地方都给听出来了。比如说当时我想分享的题目是如何用2年时间让职场新人实现10倍成长，那其中第一个小标题叫2年四轮岗，真实沙场的自我认知。那托布华说呀，这里可以翻译成年轻人刚从学校毕业不落地怎么办。那第二个小标题叫三权分立，每个人都被有效激励。那托布华说啊，这里你想表达的是年轻人愿意学老人不愿意带怎么办。那第三个小标题叫协作网络的中心，每个人都是你的客户。托布华说这里啊可以翻译成年轻人愿意学老人也愿意带，那培养的结果如何准确评价呢？你看啊，经过我们花总的打磨，我的这次演讲瞬间从一个没有戳破真问题，只是一个个观点罗列的平行结构，那就瞬间变成了由一个个真问题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结构。它完美印证了表达者心目中的黄金三问：对方为什么要把时间给我？我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那我的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为什么重要？于是啊，在分享过后，我赶紧追上托布花问，我就问他：“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那托布花说：“这个呀，就是我们得到每天打磨课程在干的事儿，这是我们的手艺。”这我才意识到，表达这件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事儿，并不是你知道如何表达就能够学会表达，而是要在一次次的分享日中不断的打磨，会听，然后会讲。所以请大家一定要重视每一次线下分享打磨的机会，因为啊，和其他所有学校相比，这几乎是得到大学最藏而不露的独门秘籍了。效果呀，相当于师傅在孙悟空头上敲了3下。于是学会表达也成了我来到得到大学最大的收获。那至少知道一次好的表达，你要包括问题意识和交付意识。那什么是问题意识呢？在线下分享日中，我们的班主任会邀请每一位同学用18分钟的时间，以 TED 演讲的形式向外行分享一个自己行业里的知识。那在我们第一次报选题的过程中啊，我们各位同学真的是把各行各业极具深度的像学术论文主题一样的选题给包了上来。比如说有以人才管理为核心的实施战略的组织能力研究，儿童认知的演进和对现代教育的影响，电视人在全民皆媒时代的求生欲，领导力商业的培训逻辑等等。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掉进去的第一个坑，就是我们提出来的是一个主题而不是一个问题。那所谓的问题意识，就是我们要提出的是一个问题。那因为主题不仅永远说不完，有价值的材料和没价值的材料区分不出来，而且啊，主题也没有办法唤醒听众埋藏在心底的疑问和听众呢产生共鸣。那除了提出来的要是一个问题之外啊，还要是一个好问题。那什么样的问题是一个好问题呢？越具体的问题穿透力越强，越是一个好问题。托布花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就是说好问题啊，就像一把匕首一样，极窄极薄，刺穿力强，能够迅速的唤醒听众的注意力。我们呀，可以把它概括成为6个字，叫做小切口大逻辑。比如说为你解剖一份黄焖鸡米饭，相比于如何做一款餐饮产品，就是一个好问题。那黄焖鸡米饭是一个小切口，打造一款餐饮产品是它背后的大逻辑。再比如如何击毙本拉登，相比如何组织团队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一个好问题。如何击毙本拉登是一个小切口，那背后的大逻辑是如何组织我的团队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
那说完了问题意识之后，我们再来说说交付意识。那交付意识啊，包含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要为他人服务，对他人有用。第二件事是要让对方能拎走。那从我们班的同学来看，表达做得最好的两个职业啊，是医生和律师。他们的分享啊，交付意识也最强。比如说我们班的牙医任医生，他分享的主题是看牙还是不看牙，这是个问题。直接甩出两大锦囊，让你当做篮子棒给拎走。那第一个锦囊是用牙线、牙缝刷和冲牙器进行日常护理，它作用啊相当于90%的专业治疗效果。那第二个锦囊是，当牙医说出再不看就会疼，再不看就保不住了，再不看就会影响其他牙这三句话的时候，你啊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接受治疗了。那我们班的洪律师，他分享的题目叫法律博弈的54张底牌。不仅每一张底牌啊都是可以帮助当事人免受牢狱之灾，甚至是保命的锦囊，更是在分享的最后直接抛出自己的电话号码到大屏幕上，作为你紧急情况时的救命稻草，形成了全场轰动性的刚性交付。那这个呀，就是我想带你思考的第三个问题，你要表达什么。如果你能从一开始就带着问题意识和交付意识走完这三个月，相信啊你可以收获更多。那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份得到大学使用说明书。第一，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认清楚每一种思维模型的本质以及如何运用。第二，你的生态位是什么？你需要找到自己在这个高质量的群体价值网中的位置。第三，你要表达什么？带着问题意识和交付意识，珍惜每一次线上和线下分享表达的机会，不断提升自己表达这方面的技能。那在得到大学第07毕业前的一个月，各位同学们都在想尽着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给教务团队捣乱，为的呀就是被留级，争取永不毕业。但是很遗憾，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强颜欢笑的毕业和离校了。在我毕业的这一刻，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得到大学使用说明书，现在交给你了。感谢你的聆听，祝你在得到大学的这三个月不仅可以有效学习，还可以收获终身难忘的生命体验。谢谢。感谢耿一鸣同学的精彩分享，请场内就坐。接下来有请舰船工程师、得到大学第07北京班孔伟伟同学为大家带来他的分享，有请。听了一鸣同学的演讲，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羡慕。不知道台下在座已经为人父母的同学，是不是你们也在想，一鸣这样的状态不就是自己孩子未来的样子吗？年纪轻轻就能够在世界500强有这样的大展身手，闯出一片天地。但这个时候是不是你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到底如何规划和设计才能有这样的未来呢？大家可别以为我今天是来讲育儿的，我今天其实是讲长期规划这件事儿。大家好，我叫孔伟伟，是一名舰船设计工程师。我日常的工作就是设计和规划舰船跑多快、跑多远、能装多少东西。一个舰船它的寿命一般很长，从开始设计到最后的寿终正寝一般长达40到50年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注定一生看不到我所参与设计的所有舰船全部退役。
但是干我们这一行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长期规划的能力。那么我日常工作场景是怎样的呢？我日常的工作场景是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超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如何规划和设计舰船，能够让武器装备完备，能够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也许你会要说，为什么舰船设计就特别需要长期规划这样一种能力，或者甚至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核心能力呢？我们来看这样一张图，图的横轴展示的是设计一个产品和装备所需要的时间，纵轴这条曲线展现的是整个设计的复杂度。那我们日常乘坐的小汽车基本上是处在最左下角这样一个位置，它设计的零部件不多，用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就可以建造出来。那么平时坐的飞机就稍微往上一点，时间相对会多一些，零部件也会增加。那么一艘6000吨左右的驱逐舰会在哪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在最靠上的位置，它所需要的时间有的时候长达40到50个月，甚至需要3到4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整个的设计建造和完成测试最后交付。那么它设计的零部件高达100万个，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日常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整个这个系统周期长，零部件多，非常的复杂。那么除了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困难让我们头疼呢？那就是新技术的出现。新技术一旦出现之后，每一个零部件的升级，每一个技术的变化，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舰船的性能发生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是不是要用这些新技术，以及何时采用这些新技术。那么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因为新技术没有使用导致产品或者战争的失败。但有的时候知道了新技术却不知道怎么规划，一样会导致问题的出现。那么在1588年，当时英国跟西班牙的一场海战就体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西班牙远比英国富有，他同时也意识到了英国舰船的技术水平更高，但是由于临战的时间太近了，西班牙没有时间建造足够多的舰船，也没有办法让新技术落地，所以说这也是当时西班牙无敌舰队最终落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时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 Roger 曾经总结到，再多的钱也无法在2-3年之内创造出一支高技术的西班牙舰队，海军需要的是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所以说舰船设计这件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这样，我们主要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新技术的涌现向我们快速的迭代去升级，但是因为舰船的设计周期很长很复杂，却没法快速的响应。我当时刚入这一行的时候也非常的头疼，就是眼前这么多的麻烦，又让我考虑长远的未来，这可怎么办？当时的我的一个同事就提醒我说，你想想中国的那句老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很多时候解决近忧的根本方法往往靠的确实就是这个远虑，靠的就是长期规划。但提到长期规划，我们常常会做什么呢？我们就特别喜欢去做预测，特别是现在有了新的技术，有了大数据，有了人工智能技术之后，我们特别爱去做预测，说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发生什么我就去改变，改变了之后再去应对它。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在形势变动大的时候，往往我们每个人的预测力可能也并不是那么的准确，所以说它并不是去做预测，也并不是比拼谁的预见力强。我觉得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要找一个量，找一个不变量，找到这个不变量可能就会让你的心踏实一些，稳一些。其实找到不变量也就是贝索斯曾经提到的，我们经常去关注未来10年，想看看什么会变，但实际上最重要的而是找到什么不会变。那么回到舰船设计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于长期规划有这样一个逻辑，我把它命名为船壳子逻辑。我想用一艘美国的一艘驱逐舰的整个故事来展现这样一个逻辑的样子。这艘驱逐舰的名字叫做法夫号，是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主力战舰，是斯普鲁恩斯级的驱逐舰。那么这艘舰船呢，是由1978年开工，1980年交付给部队，2005年退役。它这样的一个流程里面，就充分体现了一个船壳子是多么重要。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艘船下水时候的样子，就是左下图。那么随着武器装备的升级，也就是在7年之后的1986年，美国考虑对这艘船做一些现代化的改进。不知道大家仔细对比整个船的前甲板，是不是发现它们的不同。那么稍微放大一点可以看到，那么它的前甲板对武器装备做了一些改变。那么左边是当时就是最开始这艘船下水时候所装的火箭助推发射鱼雷，那么右边是换成了新的这个垂直发射装置，那么前面就平了很多。那么这是大家在表面上看到的一个变化，那么实际上在它的下面，在它的机舱内部也相应的做出了很多调整。这种调整可不是一吨两吨小的变化，有的时候上达十几吨甚至几十吨。而这种变化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船壳子，往往会导致整个舰船性能的下降，甚至不能够发挥出新的武器装备的性能。那么如果说这样还不能够让你体会到说一个好的船壳子多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2005年他退役时候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那么他是被当作一艘靶船。那么靶船的概念就是说想检测他新设计的这个鱼雷能不能够有效地毁伤这艘舰船。那么这艘舰船就当作靶子被这艘鱼雷打击了一下。那么当然打击之后它的整个船就发生了断裂，特别是船的前面的部分。但是令人震惊的场景发生了，就是这艘船的前面这一部分断掉之后沉入海底，而后面却是依然完整的平稳的漂浮在了这个海面上。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船壳子竟然可以这么的结实。那么自从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船壳子，我们未来在上面做任何的武器装备的变化都会得心应手，或者简单来说就是随便你怎么折腾，这艘船壳子都好好的在这儿，能够应对住未来的变化。那么也许你会说，船壳子既然这么结实，它是不是特别的贵呀？其实并不是。那么平均来看，整个船壳子相对于电子设备或者其他的武器装备来说，它的造价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找一个好的船壳子这件事儿是一件消费比很高的事情。那我们回到刚才一开始提到的给孩子规划未来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刚才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了德州大学这边在招新，然后孩子们有很多的课程要选，在想是报跆拳道班还是击剑班还是机器人班还是空手道班等等。那么其实我当时的很多同事也有这个疑惑。那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对于孩子未来20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面，它的不变量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有以下的3点。那么第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无论是他在小的时候玩耍参加体育运动，还是未来真正能够去点灯熬油的加班熬夜，一个好的身体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一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因为和谐的家庭关系特别是父母其实永远是孩子最坚强的后盾，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问问父母。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比较的清晰，就是一个高的智商和情商。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探索去找到这几个不变量，就能够让给孩子未来的规划能够让我们的心更平静一些，去思考这些问题。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舰船，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好的船壳子这些事情就解决了呢？其实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种叫做非线性的方式。这种非线性的方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做多层次，第二个特点叫做短周期。多层次指的是指在整个舰船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会接续启动多个方案，根据新技术的变化然后来进行一些调整，但它们是并行开展的。而短周期指的是在3到5年的一个周期里面，我们根据需要结合前面这几个方案的情况进行一些迭代，好的东西我们就用，如果不确定的东西我们继续探索着。那么也许这么说还是比较的抽象，那么我再用美国的另外一艘驱逐舰的故事来展现这样一个事情。这艘驱逐舰的名字叫做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它是美国目前建造数量最多技术水平最先进的驱逐舰。那么它的这个建造过程就充分体现了刚才这样一个多层次和短周期迭代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同样来看这样一张图，那么图的横轴展现的是1985年到2015年这样一个跨度30年的一个周期，那么它的纵轴展示的是它当时的四型船的一个样子。那么它的第一型船 Flat 一型，它是在1985年开始启动设计，然后接续启动建造和批量生产。那么它的下一个子型是什么样子呢？
它其实并不是在完成第一艘舰船的设计，或者是完成第一艘舰船的制造之后才重新启动的，它实际上是在1986年就接续地开展了它下一型船的设计。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应对当时一些不确定技术的风险，以及去探索一些新的设备。那么同样的，它的 2A 型和3型也依旧根据当时的技术需要并行地开展。那每一条船的方案一旦定了之后，他就坚实地做好这条船自己的这个方案，他不会去马上的去做一些改变。那什么时候做改变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短周期的反馈。那么在2005年和2015年的时候，他发现在下面的这个 2A 和3型的建造过程中，有些技术已经成熟了，比如说一些这个宙斯盾的雷达比较好使了，那么他的这个时候再稳步地迭代回上面的这两个方案里面。所以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并行的设计和向上的反馈，能够让它的整个船在建造的过程中稳步的升级迭代。那么这样一种设计方法，其实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的，就是当时我们用 iPhone 手机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当时 iPhone 手机的设计，它在2007年是当时发布的 iPhone 3，那么它设计的时间呢，实际上是在2004年，也就是三年之前，它就开始设计这件事情了。那么在2017年发布的 iPhone X， 它实际上是在2012年的时候就启动了像人脸识别等等一系列的交互式设计的探索和这个硬件的升级。那么在2012年正式发布的手机其实是 iPhone 5。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产品设计过程中，我们每年拿到的 iPhone 手机其实不都是当年最新的最先进的技术，它往往是长期迭代出来之后最优的一个结果。那么这种设计的思路其实也可以用在另外一个行业，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飞机的这个行业。不知道这些年大家坐飞机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飞机机翅膀的边缘它发生了一些小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就是叫它这个翼尖小翼，它的这个变化主要是能够让整个的燃油的消耗变得更小一点，让整个的这个航班的运行成本更低。而这样一个设计其实早在1980年就开始进行探索，进行一些研究。那么在2003年由当时新的机型像波音的737和空客 A320 都开始做了一些这个设计和迭代。那么这一两年因为这项技术比较成熟，那么就进行模块化的换装，把以前旧的飞机的翅膀做一些适应性的调整，那么都能够用上这样一个好的成果。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长的这个并行的方案的设计，最后导致整个方案的反馈是一个比较好的也是有效的方法，它能够让你以前的这些产品依然能够继续往前走。所以说多层次和短周期的发展思路，在宏观层面里面能够并行的开展这个工作，能够让自己不慌，而每一个阶段或者说每一个方案都专注当前的这个状态，然后根据一段时间之后按需的进行迭代升级就可以了。这就是当时提到的这个非线性的一种方法。那么也许你会说，我找到了船壳子，然后我再并行的做几个方案，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那么还不够，还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极限测试。极限测试这件事情实际上对于一个长期产品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在真正的真实测试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反馈。为什么呢？因为长期试造的这个产品它的数量比较少，它投入的金钱和力量又比较大，我们需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而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找的实际上是要找到这个最差的情况，因为只有看到最差的情况才能够管理好最差的情况，才能够守住底线。那么也许你会说，找真实环境这件事情其实也很普遍。没错，比如说就像制造出一个手机，我们想要知道它的屏幕结实不结实，这个设备抗不抗砸，那怎么办？我们买几个或者造几个出来摔呗砸呗就可以了。但是舰船呢？一个舰船的周期这么长，几年才能出一两条，然后它上面的整个的设备又这么的贵，是不是在检测它结不结实的时候也要这么去测一下呢？能不能够做一个缩比的模型，我们就把它简单的测试一下就 OK 了，或者说做一些数字化的仿真，知道一个大概，那么进行调整就可以了。我想说这些还完全不够，因为越是复杂的东西越是前面的代价大，就越需要做测试。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刚才讲到法夫号它被鱼雷炸的一个瞬间。没错，舰船想要检查它的舰船是不是结实，船壳的是不是好使，需要的就是要炸这么一下。我们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叫做每逢新舰炸三遍，就是用真实的船造出来之后，用真实的水雷或者鱼雷去攻击它，
来去检测它是不是真正的结实。因为只有真实的舰船用真实的炸药才能够找到真实的损伤，而这种损伤对于舰船设计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哪儿设计的不好，哪儿需要去改进。而这种炸完之后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对于一艘驱逐舰可能要高达1亿美元，而对于一艘航母来说就高达5亿美元。但即便如此，海军依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真实的测试，去找到问题的所在，然后进行迭代升级。那么简要的小结一下咱们做长期规划这三件事情，我想可能有3点。那么第一个就是要找到一个船壳子，去寻找在这么长的周期里面哪些量不变，哪些量被我们找准了，这样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去发展。第二个就是非线性的系统性的设计多个方案并行，这种并行的方案能够让自己心里不慌，同时在短周期的阶段过程中进行一些有效的迭代。那么第三个就是极限测试，无论前面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真的去炸一下，去测一下，找到问题的所在，这样才能够让产品真正的升级，真正的迭代。所以我想设计军舰如此，人生也应该如此。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启发，谢谢。感谢孔伟伟同学的精彩分享，请台下就坐。下面有请广东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销售运作经理、德大大学第07深圳班潘丽华同学和大家分享他的演讲，有请。孔伟伟的演讲听得让我激动不已，人真的要有一个长期规划。不过我觉得把每一个当下过好，每一刻的开心也很重要嘛。比如说现在你可能就需要来一罐可口可乐。大家好，我是潘丽华，来自广东太古可口可乐公司。有一天啊，老板突然找到我跟我说，小潘啊，你今年的 KPI 要调整一下，销售收入嘛翻两番吧。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他是不是疯了？那一刻你是想死还是想辞职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应对，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会怎么应对。我会做一件可大可大的事儿，就做这一件事儿，销量就能翻两番。请看大屏幕，能看出有什么大事吗？这件大事就是把大包装的饮料看似随意的摆在地上，这个动作叫地笼。据我们统计啊，把大包装水做成地笼，销量就能翻两番。为什么？原因有3个。第一，增加了陈列的位置，摆脱了饮料货架的空间限制，而且在前排有更多的陈列了。第二，大包装水套上提手，非常方便消费者顺手拎走了。第三，看似随意的摆在地上，请注意啊，地笼最重要的就是看似随意，这样给人的感觉啊是货多价格优惠，还会给人的暗示是再不买就没了。所以这排地笼其实是自动的向消费者在介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你看，就是做这一件事情，销量就能翻两番。下面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张三跟李四在森林里面徒步，突然一只熊追了上来，在这10万火急之下，张三立刻蹲下身子绑紧鞋带。李四着急地问，你绑什么鞋带啊？你又跑不过熊。张三回答道，我是跑不过熊，我只要跑过你就可以了呀。其实很多人都会犯李四这样的错误，
以为我们要跟熊干，还得干赢他。这种场景确实会发生，可能乔布斯面临过，伊隆马斯克也面临过，但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我们更要向张三学习。我们要做的跟面对真实情况最佳策略的，就是比其他人好一点点就可以。我卖的产品是已经有133年历史的可口可乐。自从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可口可乐公司总是被当作老公司的代表而讽刺。每当一个互联网的英雄想讽刺一个人不敢创新、不敢冒险的时候，就会对他说：“你想卖一辈子糖水，还是与我一同改变世界？”大家都在笑，我知道，潜台词就是你不就是个卖糖水的吗？对，今天我要大声地告诉大家，我就是那个卖糖水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133年，可口可乐公司一直在卖所谓的糖水，这么多年，从产品上看一点创新都没有，但是100多年，它始终是世界知名的大公司，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或者有什么秘密吧。好，今天我就来告诉你一个可口可乐公司的秘密，可口可乐公司如何用微调改变世界。我们公司啊，有个最高指示，叫执行为王。我们的执行是有特质的，就是指终端售点的陈列。那何为陈列呢？陈列就是把产品在有限的空间里面放到最合适的位置上去，就这么简单。哎，这么简单的东西怎么成为最高指示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公司新上市了一款饮料，功能性饮料，叫魔爪。我们给业务员的指引是放在红牛的右手边，保持跟红牛一样的牌面，卖跟红牛一样的价格。哎，这是我们新产品，哎，我们有这个世界上最畅销的饮料可口可乐呀，为什么放在红牛旁边不放在可口可乐旁边呢？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右手边而不放在左手边呢？这里面的门道可不少，我跟你一一道来。首先，魔爪定位的是功能性饮料。说到功能性饮料，你首先会想到什么？红牛，对了。所以买功能性饮料的人，他潜意识里就是要去找红牛，那是他购买的基准点。而且他不会去可口可乐冰箱中拿嘛，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功能性饮料啊。所以我把这个魔爪放在红牛旁边，就是自动的告诉消费者魔爪到底是什么饮料。那为什么放在右手边不放在左手边呢？中国99%以上的人都是右利手，我们都习惯于用右手去货架上拿取东西。那你会说，这雕虫小技值得一提吗？当然值得一提，这还不是雕虫小技。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是因为红牛走进这一家店里面，但出门的时候却带了魔爪。统计资料表明，放在红牛旁边被错拿的几率都有13%。你看，我们就是通过位置的微调，站到了第一品牌旁边，就让魔爪的销量增长10%几，甚至几十。你们逛超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知名的消费品品牌，在货架上面陈列都是同色系垂直集中陈列，就像这张图一样。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垂直啊？不能水平啊？这个微调技巧来自于人类学的研究。研究表明，逛超市的大部分是女性，这个没有错吧？啊，这是他们长在基因里面的东西。自从人类还在原始森林里生活的时候，分工就非常的明确，男性负责狩猎，拉弓射箭，扛着猎物回家，女性负责采摘，哼着小曲儿，东摘一颗西摘一颗。你看，摘果子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跟逛超市非常的雷同啊？他们在逛超市的时候都会去看这些产品，所以呢，在摘果子的时候，那一些颜色鲜艳的、个头大的这些产品，大概率上都会被发现，
而且会被采摘回家。如果他今天摘了颜色不鲜艳的、个头小的产品回家，家人就吃不饱了呀。所以你别怪你老婆老想着去逛街，那是他进化的需求啊。如果没有这个习惯，他的祖先就活不下来了，你今天连老婆都没有了。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调整一点点一点点，用数据说话，如果把同一个产品在同色系垂直集中调整以后，可以增长16%的销售收入。那我们知道这么多的秘密，我们会不会跟商店去洗脑啊？我们肯定不会嘛，我们不傻嘛，是吧？我们只是要求业务员每天调整一点点。你今天多放一瓶产品，就多一个排面。你明天把冰箱从里面移到外面。可口可乐就是通过每天一点点的调整，在100多年里面战胜了无数的竞争对手，成为当今饮料世界毫无争议的第一。到今天啊，可口可乐一年可以赚到50几亿美金，是股神巴菲特心目当中最具价值投资定律的公司。中国人常说四两拨千斤，其实可口可乐做的是把四两累加到千斤。你看啊，你去快餐店里吃饭，你点汉堡的时候，你通常会点什么饮料？可口可乐吧。但你想过你为什么会点可口可乐呢？你觉得可能是汉堡太干了。那你点肉夹馍的时候，你怎么不会想到呢？你可能会说喝汽水很爽嘛，那你为什么不点雪碧呢？其实啊，这还是可口可乐公司微调的结果。我们在快餐店里面把饮料菜单当中的可口可乐给它调整到汉堡旁边，做成了套餐，不断地向你强调吃汉堡就要喝可乐。久而久之，你就认为吃汉堡就应该喝可口可乐，那是绝配嘛。你看，原来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通过我们的产品微调啊，竟然形成了食物的固定搭配。再来，在一个只卖200块钱一瓶酒的店里面，你如何卖掉2000块钱的酒？你肯定会说，这个我会啊，品牌造势啊，营销计划，线上线下，对吧？都不需要，我只需要在货架上摆3瓶酒，一瓶200，一瓶2000，一瓶30000。那瓶30000的可能永远都卖不掉，没关系，就因为有30000的这一瓶在，2000的就变得很好卖。消费者心里会想，200那是酒吗？30000的我可买不起，但2000的我还能买得起，还能表明我的消费档次还是不错的嘛。你可能会说了，你说的这一些东西都是在线下场景当中发生的，而我很时髦的，我做互联网的呀，我的工作都是在网上，你的这一些跟我没有用。真的吗？我们不光会在线下场景当中有微调的技巧，我们同样会在网上有微调的技巧。比方说，你点开一家外卖网站，进入某一家商餐厅的这个网页，我们的操作密码叫全顶套。什么叫全呢？把里面的可乐改成可口可乐300毫升，这就叫全。把我们的饮料放在所有饮料里面的置顶，这就叫顶。把我们的饮料跟产品做成套餐，这就叫套。通过全顶套这么微小的调整，我们的生意在这家店里就可以增长30%几。你以为这一些微调的技巧都是我们拍拍脑袋出来的吗？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公司跟所有的零售商一起在世界范围之内做非常大的数据的调研，跟消费者心理研究后得出了结果。我们今天已经在可口可乐的消费者心理研究中心开始使用 VR 技术和眼球追踪技术了。所以我告诉你，可口可乐真的不只是一家卖糖水的公司。
那这么高新的技术，这么高大上的技术，归结到具体的行动点，它都得转化为全世界的业务员都能做得到的，都能执行的微小的调整才行。我们每天调整一点点就可以了。所以到这里你可能会知道了，不是非得干一熊那才叫赢，不是非得有革命性的产品创新才能造就伟大的公司。其实啊，除了革命性产品创新以外，还有一条路曲径通幽，那就是微调改变世界。你就会想起我老潘来了。你还会说了，那这一切跟我还是没有关系啊，我又不开店，我又不卖货，你讲的都是产品陈列产品调整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好吧，那我来举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例子。在座的同学应该大部分都已为人父母了吧，一个上小学的小朋友最大的麻烦是什么？谈恋爱肯定不是，才上小学呢。做作业，俗话说不做作业母慈子孝，一做作业那是鸡飞狗跳。是他不愿意做作业吗？不是，其实他很清楚，如果今天不做作业啊，明天没法去跟班主任交代。是他不会做吗？也不是，其实大部分的作业他都会做。主要的原因啊，是小朋友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颗粒度跟大人不一样。一个十岁左右的小朋友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大概在15到20分钟，而我们大人呢通常是在45分钟，这个中间的差异值就是鸡飞狗跳。你觉得这个时候他应该奋笔疾书，他已经在想着那个玩具了，那怎么办？靠打肯定是不行嘛，更何况很快你就打不过他了呀。这么一个世纪难题，我们依然可以用微调的技巧来解决。怎么解决呢？在他的书桌最边上放上两个他最喜欢的玩具，然后再放一个台灯。哎，什么放玩具啊？你搞错没有？放了玩具他还有心思做作业啊？那不等于老鼠入米缸了。恰恰相反，放两个玩具是让他在20分钟以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如果这个时候他跑到客厅里去了，那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了。所以放两个玩具可以让他安心的做作业，心里有安全感。那放台灯是为给他照明吗？防止他近视吗？也不是，台灯啊白天晚上都要给他开着，台灯一打开就会在桌面上形成50公分左右的光圈，而这一个光圈就是提醒他聚焦集中注意力的暗示。你看很简单吧，你只要在他做作业之前放两个他最喜欢的玩具，把台灯打开，你们就可以继续母慈子孝。我再举个例子，今天已经发生过很多的场景了，合影照片最中间的这个位置通常叫什么？ C 位。我也很想站 C 位啊，但不一定有机会嘛。当然如果你是刘德华，你是姚明，你是今天的罗振宇老师，你不管站在什么位置那都是 C 位，是吧？但我们不是啊，那我们怎么让自己在 F 位干掉 C 位？你需要的还是用微调的技巧，你只需要在拍照的时候调整一下陈列自己的方式。比方说大家都抱胸，你就插个口袋。比方说今天大家都穿冷静的商务色，你就穿个红色，穿个黄色。比方说女生在拍照之前3秒钟把大红口红涂上，你就能在 F 位成功的干掉 C 位。当然这个方法不适合在单位里拍照的时候用啊，道理大家都懂了啊。你看微调是很小的动作，微调也是很不起眼的动作，
但是经过时间的累积以后呢，它带来的效益是非常惊人的。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学公式，1.01 的365次方等于 37.8， 1.02 的365次方就等于 1377.4。 你看，就是 0.01 的差异，经过时间的累积，结果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于我们每一个拥有当下的人来说，时间或许是最公平的。每个人一年都是365天，一天都是24小时，为什么有的人一天像四季一样精彩？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都像在重复着一天呢？其实要调整你自己，要管理好你自己的小世界，最不痛苦最方便的方法还是微调一下。你稍微调整一下自己起床的时间，你每天比平时早起半个小时，用来读书啊、写作啊、运动啊，你就会觉得这一天充满意义，充满了掌控感。我认识到这个事情以后，我就每天开始比原来早起一点点。我们算一下，如果说每天早起半个小时，一年就相当于一个礼拜，十年相当于两个半月，那20年、30年呢？我已经坚持了很久了，我越坚持我越开心，越庆幸。开心的是我终于有了我的时间，我掌控的感觉。庆幸的是，当那一些人还在沉睡当中祈求上天再给个500年翻身大机会的时候，我早已起来了，换上了最好的跑鞋。这一次我不仅要跑过森林中的那些竞争者，我还要跑过熊呢。祝所有的同学都能用微调的思维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们好的人生就是每天微调一点点。谢谢。感谢潘丽华同学的精彩分享，请台下就坐。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分享的是唯一骨科首席医疗官，浙大大学第07上海班赵辉同学，有请。大家下午好，我是赵辉，我是一名骨科医生，唯一骨科首席医疗官。很荣幸啊，作为浙大大学的第07学员和大家在这里进行分享。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如何做一个智能时代的医生。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并不是医生，但我也希望我接下来的分享对大家有用。12年前我进入了上海最好的骨科中心工作，然后我在33岁的时候成为科室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而且我还是国内国际20多个学术组织的核心成员。我每年接诊超过5000名患者，实施300余台手术。今天我在这里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自我表扬，我只是说我在体制的发展还是很有前途的。但为什么我会突然一个急转身加入到智能医疗的创业中来呢？2017年，一件事情改变了我。那个时候我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进修，然后我应邀参访了沃森的纽约总部。沃森的大名我原来就是知道的，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套商用的人工智能医疗体系，屡屡见诸报端，帮助医生快速解决了一系列的疑难杂症问题。但是当我亲眼看到它运行的场景的时候，我还是被震撼到了。这就是沃森最具特色的沉浸式，它散发着蓝色的智慧光芒。而当我们走进沉浸室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组40英尺长落地的半圆形屏幕。我们在这里目睹了沃森如何协助医生去对一名11岁的男孩的疑难病症进行快速的诊断。工作人员把这个男孩的所有的信息从各个系统不断地汇总到沃森体系，
我怎进行数据的识别和系统的分析，形成一个一个的决策球。随着信息的不断的加入，决策球的数量和大小也在发生了变化。仅仅八分钟，沃森就协助医生做出了最终的诊断，川崎病，并且他还针对这个诊断，针对这个患儿的病情做出了最详尽的诊疗计划。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原来做一个医生可以这么纯粹，他可以如此快速地获得所有的信息，而且不会遗漏任何的可能性，他只需要凭借医生自身的素养，对这些可能性做出最终的判断就可以了。如果有这套系统，每一个走出医学院的医学生，他将不再胆战心惊，因为他的背后将会站立一位无所不能的医学巨匠。而一位高级的医生，他的出诊将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因为他的身后是一群无所不能不知疲倦的助手。虽然说沃森现在的商业化路程变得不那么顺利，也有很多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在当时，它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人工智能医疗应有的样子。再加上当时唯一骨科的 CEO 和我共同探讨中国骨科未来的发展方向，邀请我共同创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重新开始，毅然决然地从公立医院辞职。你懂的，理想之所以激动人心，并不在于它背后的逻辑有多么的合理，而是在于它呈现了非常具体的样子。而人工智能医疗它呈现了一个什么的样子，让我做出如此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呢？首先，我需要向大家澄清的是，让我激动不已的并不是我们已经谈论很久的互联网医疗，而是人工智能医疗。这两个词听起来有那么一点相似，它们都是借助于网络，都是计算机的算法，都是高科技的产物，都是我们医疗元素的重新组合。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来看看互联网医疗。互联网的医疗设定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医生、病人、我们的检查设施、我们的药房、我们的手术室等等等等，这一切我们构成了医疗的场景。目前这个场景它在医院里面，效率太低了嘛，那我们引进互联网，把它的效率进一步的提升。这个逻辑大家都很熟悉，打车的人和出租车司机我们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滴滴。吃饭的人和餐馆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美团和饿了么。通过互联网把需求方和供给方连接在一起，突破了时空界限，就会创造效率奇迹。这是过去十几年互联网经济带给我们的逻辑，也是我们坚信不疑的逻辑。如果我们把这套逻辑用在我们的医疗界，我们做一个 APP， 医生也用，病人也用，药房也用，那是不是病人在医院等待的时间就可以缩小了呢？而病人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了呢？医生也可以用他的碎片时间为更多的病人服务，从而提升我们整体医疗的效率了呢？现实永远比想象更加骨感。事实上，众多的互联网医疗公司，他们的发展都遭遇了瓶颈。为什么？为什么互联网的效率奇迹没有在医疗界产生呢？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现实中的医疗场景。我相信这样的场面，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像春运般的劲爆场面，每天都在全国的门诊部上演，到处都是人，到处都需要排队。我们的病人在忍受着病痛的煎熬的同时，还需要漫长的等待。而我们医生呢，他们从早到晚不停的诊断，不停的操作，甚至没有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这样一个体验，我想不仅仅是对病人，对于医生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体验。互联网医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互联网。互联网本身其实它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它最擅长的是信息的传递和交互。就拿我们最经常使用的电子邮件来说吧，电子邮件的使命是为了传递信息，
相对于人工送递来说，它的效率大为提升，距离越远，提升的效率越明显。所以，对于互联网来说，信息的传递是它最擅长的事情。如果大家认同这一点，我要说，互联网医疗的提升空间并不大，因为信息传达效率的提升并不能够有效的提升医疗效率。举个例子来说啊，我是一名上海的医生，我有一位远在银川的患者，我们俩在网上进行聊天就能够解决这个患者的问题吗？不能，甚至他会更加浪费我们的时间。因为目前的互联网医疗仅仅能够达成远程挂号的功能，最终这个病人还是要从银川飞到上海来看我的门诊。目前的互联网连接可能会进一步加重目前看病难的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病人涌到了大医院，病人等待时间会变得更长，而医生的工作负荷也会进一步的加重。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太多的病人离开了基层的医院，基层的医生得不到有效的学习，他们的能力得不到提升，这对于我们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在网上聊聊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我们医疗上面最核心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提升我们医疗的效率呢？这个场景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打车或者外卖的场景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提升医疗效率，最关键的是要提升医生的时间使用。怎么能够优化医生的时间使用呢？我们有两个方向。首先，我们需要让医生从那些繁琐的、技术含量并不高的活动中解放出来。第二，我们需要让医生大脑内部信息整合的能力得到提升。我们先说第一个，我们要优化医生的时间使用，让他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能够实现呢？我现在和大家透露一个我们医疗界的黑知识。你知道吗？一个医生在上班期间，他有1/3的时间是在写病历。最近一项来自美国医师协会的研究显示，当一个医生在上班期间，他每花1小时在病人身上的时候，他就需要花2小时用来写病历。这个情况其实在中国同样存在，超过一半的住院医生每天花在写病历上的时间超过4小时，甚至有的住院医生会说，我从早上上班开始我就在写病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病人，只有病人有什么情况来找我的时候，我才会看他一眼。为什么？为什么键盘和笔会大幅度去碾压听诊器呢？这是因为各项的管理措施、医疗保险措施以及质量监控措施都大幅度地渗透到我们的医疗行为中来，而这就需要文书、文书还是文书。对于这样一些相对来说反复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来说，我们的医院并没有给医生提供特别有效的工具，所以我们原本就非常稀缺的医疗资源，每天投入到病人身上的时间仅仅不足1/3。如果我们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取代这些重复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那么我们至少可以为我们的医生节省1/3的时间。这个工具是什么？不是互联网，而是人工智能。请大家记住这个结论。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其实啊，在我们医疗产业里面，最主要的信息互动并不仅仅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动，更多的其实的发生在医生的大脑内部的信息的整合。为了便于让大家理解这一点，我再来透露一个我们医疗界的黑知识。你知道吗？在临床上，留给医生进行临床决策的时间只有23秒。医疗决策人命关天，大家一定觉得它是一个深思熟虑、反复斟酌的过程，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只有几分钟甚至十几秒钟来进行决策，而且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是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快速地进行决策。这是因为急诊室车祸患者还在大量出血，
他的家属正围在你身边身边哀嚎，台上的患者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30秒，助手和护士都焦灼地看着你，门诊患者堵在门口希望一拥而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快速决策。而这个思索的过程其实就像福尔摩斯第一次遇到华生，他瞬间的判断华生是一位来自阿富汗的军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由于长久以来的训练，一系列的思索飞也似的涌过我的脑海，以至于我在得出最终结论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如何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的。事实上，这种快速决策能力正是我们所谓名医的价值。这种能力有些神秘，既难以理解也难以说服，但是它真实存在。谁能够掌握这种快速决策能力，谁就能在医学的广阔世界里大展身手。目前我们是怎么来训练这种快速决策能力呢？我们需要大量的训练，而这种训练是在牺牲医生的时间、体力、脑力、压缩收入的基础之上的。而如何高效地获得这种快速决策能力呢？其实更好的方法应该是进行更加细致的专业分工。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是一个骨科医生，但事实上我的细分专业是关节外科，或者进一步细化，我主要做膝盖的手术。每天在门诊我要接诊各种各样的骨科患者，当然这对我来说是必须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客观上来说它并没有发挥我的专长。最好的情况应该是我有一个医疗助理，他呢把所有膝盖需要手术的患者全部都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更加高效地为这些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且我的水平也会进一步的提升。那这个工具是什么呢？和前一个问题的答案一样，不是互联网，而是人工智能。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有点晕了。我们来设想一下未来的医疗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在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出去滑雪了，还有很多马拉松爱好者正在准备接下来的马拉松赛季。当我们在享受了户外运动的乐趣之后回到休息室，可能你会觉得我的膝盖好像有点刺痛，还有点肿胀，我是不是伤到了我的韧带。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拿起手机连接到你的智能医疗助理，在他的专业引导下详尽地描述你的症状以及你这次运动的情况，甚至你还可以穿上一个可穿戴设备，然后活动活动你的膝关节，让它来记录一下你的关节活动度。采集的这些信息，我们的人工智能医疗助理它就会初步的判断你是不是需要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如果你需要拍片的话，它就会联系最近的影像检查中心为你预约拍片。当你走出休息室的时候，接你去检查中心的车辆已经在等待了。由于是提前的预约，你根本不需要等待，迅速的就可以拿到检查的结果。而人工智能的医疗助理会结合你之前的症状和检查结果，为你推荐一位最合适的医生。提醒大家一点哦，到目前为止，真正的医生都还没有出现呢，全都是我们的智能医疗助理在做这些操作。与此同时，你所有的信息也会传递到医生面前，那么医生和你之间可以通过 VR 设施进行远程的沟通，对你的病症做出最终的诊断并制定治疗计划。而接下来我们又会交给我们的智能助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肌肉拉伤，那么人工智能助理会给你推荐社区的康复教练，如果你需要药物治疗，那么在网上采购的药物也会迅速的送抵家中，如果真的那么不幸你需要一次手术治疗，那他也会为你选择就近的中心，选择你最适合的医生，迅速的为你开展手术，而后续的康复指导和疗效的随访也都在整个医疗智能体系内完成。好了，如果我们的医疗体系被改造成了这个样子，那么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所有的信息采集和文书工作都交给了智能助理，把医生的时间大大的解放出来，只做最核心的决策工作。第二，合适的病人被推荐给最合适的医生，医生的效率大大提高，因为他只需要做他最擅长的事情。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所有的医疗资源是围绕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每个病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得最专业的医疗服务，从而实现了人人都有私人医生。到目前为止，我说的可能都是我们医疗界的事情。今天在我们德道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对于我们来自各行各业的师弟师妹们来说，我想说，不，绝不仅仅是医生，对于任何一个专业的人士，我们都要经历一场从互联网革命向人工智能革命的转变。互联网革命是发生在产业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爆炸，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商业模式创新。外行带来改变的往往都是外行，但是人工智能革命完全不同。人工智能革命是发生在我们产业要素核心地带的爆炸，所以我们会观察到商业模式创新没有那么多，外行打败内行的例子几乎没有，基本上都是每个行业内掌握核心技术的精英在引领和参与着这场革命。一言以概之，互联网革命是发生在产业外部的爆炸，而人工智能革命是发生在产业核心地带的爆炸。我们作为一名医生，或者我们作为任何一个专业人士，我们更应该向内看，看一看我们目前正在做的这份工作会在这样的爆炸中变成什么样的碎片，然后我们需要在这样的碎片中重塑我们的生态位。所以如果大家听懂了我今天的演讲，我给大家带来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每一个专业人士他都要面临一个自身角色的爆炸，而你需要在这个爆炸的碎片中重塑你的角色。而好消息是每一个专业人士都共有可能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从而加入到一个更加高效的社会分工里去。在这里我祝大家在这场人工智能革命和角色爆炸的过程中心情好，运气好。谢谢大家。感谢赵辉同学的精彩分享。